我到，我到，江总，我到。我在群里发消息，我来说今天不开播了。等会儿啊，加入啊，等会儿在群里再回来。我不喝酒，家人们，我不喝酒啊，我很少喝酒。我冷呐。我怎么今天感觉我这么黑呢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相亲去了，没有相亲。不好意思啊，家人们，今天迟到了啊。但我今天本来是不打算开播的，知道吗？然后家人给葡萄把数据做一做来。相亲去了，等我跟你们讲，等我跟你们讲。大家来给彭涛分享一波直播间，来分享一波直播间，感谢你们。谁呀？好的，晚上好。是不是有好消息告诉我们？没什么好消息啊，哪来那么多好消息？来跟你讲吧。你还以为我真不开播是吗？哦，我是准备，以为是没时间开的，知道吗？回来的早吗？我不开播你们缺点啥是吗？掐指一算，你们命中缺彭少，对不对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对是吧？彭少都快成了你们的每天，成为你们的生活中的一部分了，对不对家人？对，迟到了，迟到了，中毒了是吗？这哪这的主播找我 PK 呀、啊？不知道后面有个美女没有啊？后面就哪来美女家人们？哪来美女？就我一个人。我倒是家人们开心果，谢谢。完蛋完蛋啊！家人给彭涛做做数据来，给彭涛把数据做一做，好不好？有人气票给彭涛走波人气票，好不好？感谢你们啊，家人们啊，就喜欢听我叨叨是吧？你先给我把数据做一做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人气票和小金给彭涛走一波，好不好？感谢你们的支持，来，给彭涛助助力，把直播间热度给我弄起来。这人找我 PK， 啊？什么妹妹？哪个妹妹啊？你们在说哪个妹妹？我妹妹太多了啊！妹妹很多，没有一个是亲妹妹。你说遗不遗憾，家人们？这么晚去接孙子吗？
拜拜拜拜。来随便聊聊吧，好吧。我刚刚去吃了个饭啊，家人们，去吃了个饭，是一个朋友，知道吗？然后我让朋友知道这两天心情不好，就要我出去玩一下。我说去玩啥呀？那先吃个饭再说。结果我吃饭的时候呢，他把他妹妹给带过来了，就我这朋友把他妹妹给带过来了。我一看，那哪里是吃饭呢？那是鸿门宴，对不对？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他是想把他妹妹给介绍给我，你知道吗？嗯，然后我看了一眼他妹妹呢，长得挺好啊，长得挺好，主要是长得有点好笑啊，家人们，主要长得有点好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没有长到我的审美观点上去，我就快速的把饭吃完，我就快速的跑了，知道吗？快速的跑了，就这，所以我本来今天晚上是准备说不开播的，然后这不是回来的早吗？对吧，家人？然后很多家人跟我发消息，那你不开播，你不开播，我今晚睡不着啊！你赶紧回来开播，我就回来了。音乐声音很大吗？音乐声音很大吗？对，我没拒绝啊，我就说有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说有事儿，然后交交新朋友。Hello， 你好，小哥哥你好，你是什么类型的主播呀？颜值主播，一看就是颜值主播呀，但用问吗？啊，可以。对对，我们是啥都会主播。对，我们是卖货主播，也是才艺主播，也是，反正就啥都会，打一把不？这个小姑娘长得真是唇红齿白，小脸蛋扑红扑红的啊！你们是啥关系？先告诉我们。啥关系？我小助理，还啥关系？这还用问吗？一问就是小助理了。难道会告诉你说是我男朋友，你才死心吗？听懂了，听懂了，听懂了啊！都是高手啊！要出门在外，咱们都是单身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你是打一把不？哥打一把不？打什么？打 PK？ 输了呢，你就来咱们家播间买一包鸡脚筋。不贵，不贵。16米，客家的，客家的，我们是客家人，你们是客家人、啊、嗯，对，我们是很热情的，其实刚刚只是一个气氛到了嘛，然后就有点凶巴巴的，其实我们是很温柔，很热情的，不要吓到你。没有没有，你就是跟你卖那个东西，啥东西拿我看下来，啥东西？这个盐焗鸡脚，对，就是吃过吗？没吃过，没吃过，就是吃了的话，嘎嘣脆的那一种。半夜的时候你想饿了的话，可以吃的那一种。行，就不用点宵夜了，直接吃这个。不是你这怎么搞？让我像在我周边来卖货人呢，大姐。没，小妹妹，小妹妹。我只是推荐一下。你这个目的性太明显了，那我一点受不了。那行，那咱们能不能好好说话，不要摇，好不好？好好说话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样，金斌。我是个单装的男孩子，你知道吗？好不好？行了行了，你看我的脸。你的脸上来之前我就看到你胡子了。你的估计是盐，属于是那个鸡爪吃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气血太足了，对不对？给力。哎，你这个墨镜也挺有意思的啊，跟旁边对，跟旁边那个兄弟长得有点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别具一格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挺好的，挺好。来打一局。哥，你也挺帅的呀，哥。咱俩发型都是同款的，颜值主播嘛，我是颜值主播，包的，对，就是靠颜值开播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来打一把，哥，怎么样？输了我。你直播间多少人？你直播间多少人？我直播间，不多，也就48万吧。打不过呀？没有，48个。我直播间才13.2个人，才13个人，知道吗？够的，哥，够了。不是，咱们就那话怎么说呢？对不对？啊，咱们。点点小赞儿，就上去了。妮妮，不好意思啊，其实我不是不愿意跟你打，知道吗？不是那个意思啊，你别想多了。我是什么呢？我是很少打 PK， 我是很少打 PK， 你知道吗？好，没关系。好的，好的，那退下吧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好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再见。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啊，家人们，不是人多人少，你是我不怎么喜欢打 PK， 你知道吗？
这又有人连我的，好多人连我的呢。不打不打不打，不打 PK 啊！为什么这么多人连我打 PK 呢？我已经开播到现在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已经拒绝了8个人了。我每次开播就这样，好多人打我找我打 PK。没有家人，咱们就聊聊天，咱们闹闹好玩一下，知道吗？家人，好不好？不打 PK， 不打 PK。家人们别害怕，你知道吗？不打 PK， 不要你们送礼物，好不好？别怕啊，家人别怕啊！哎呦，笑死我了，真的。又有人连我了。这个呢？哇，哎，你好。你好没？你好，我是湖南哥哥。你好，牛肉花姐姐。不，你老公这啥意思啊？你老公啥意思啊？那后面那个老公，你别用这么仇恨的眼神望着我啊，好不好？大家都是连着玩一下，知道吗？别紧张，后面那个大哥别紧张啊。嗯，你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他是老公呢？你是如何断定的他是老公呀？那你们两个长出夫妻相来了，还看不出来吗？我怎么觉得我跟你更有夫妻相呢？嗯，我不想高攀，我不想高攀，好不好？那是你谁呀？那个是你谁？既然你这么八卦，那就一会儿你输了我再跟你说吧。我告诉你，每个男人都八卦，你知道吗？对吧？我这个我还没听说过呢。你问一下后面那个兄弟八不八卦？比如说他现在很那个兄弟肯定很想问一个问题，你是什么主播？是不是兄弟？你是不是想问我是什么主播？对不对？是不是也八卦？对不对？这是正八经问。行，你先别跟我说，一会儿输了你给我说，你就这样说吧。那你一会儿输了，你就来个你最不拿手的吧。最不拿手。嗯，最不拿手就是说话，你知道吗？最不会说话了。你都，我一看你这说话也练了50-60年了呀。你开玩笑，我活都没活50-60年。对不对？你这说话也太不打草稿啊！你看到我像有50-60岁的样子吗？对不对？这不主打一个说话不靠谱。对，嗯，那太不靠谱了，知道吗？就是长得也得靠谱啊。嗯，你们是啥主播呀？你们啥主播呀？你看你比我都八卦，我跟你说的每个男人都八卦吗？每个男人都八卦，男人八卦起来没有女人啥事儿，你知道吗？那一会儿我输了我就告诉你。你一会儿就输了才告诉我呀？嗯。阿姨、啊、你有没有？阿姨，咱这是公众平台，藏不住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信心？你别说你叫阿姨，你就是叫奶奶我也得跟你说。你在占我便宜啊？那不带占便宜的啊，不带占便宜的。你们是才艺主播是吗？嗯，对，可以这么说。那后面个兄弟，我看背着个吉他嘞。啊，是。对，没错。嗯。来吧。打 PK 是吗？啊，可以吗？等一下啊，我问一下我们家人，知道吗？其实我不喜欢打 PK， 我打 PK 打的很少。问一下他们打不打，好吧？他们打我就打，好吧？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，美女？好吧，我也不是说不尊重你，对不对？打不打？打了扣一，不打了扣二的。OK。打了扣一，不打了扣二。谢谢我自力哥，谢谢我自力哥，感谢。完了，美女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跟你说声对不起啊，美女，我对不起你啊，大哥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我不是不想打，是他们不愿意跟我送票，你知道吗？都说不打，对不起啊，拜拜。拜拜。无聊啊，家人们，无聊，好多人连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又随手连一个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不打，别慌，别慌，家人，别慌，不打。你别紧张啊，别紧张啊，不骗你们的礼物，菩萨不骗你们的礼物，放心啊。不打你阿子，不敢连啊，怕挨骂啊。要他自己连我可以连，那么就是我主动连，我怕挨骂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那彭大都连的是老女人是吗？这都是抖音分配给我的，家人们。抖音分配给我的连麦任务，你知道吗？那可能是我看的比较老，所以说连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，对不对？啥玩意儿？